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选举万岁。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渔夫，欢迎再度收看选举万岁现场直播。那么最近有人说民进党的省长候选人陈定南上酒家喝花酒，有没有这回事？我们已经请自由时报记者去追查，而且我们也联络上了陈定南本人，等一下他会在线上跟我们对话。那么其次呢，我们过去一直希望大家用一种幽默轻松的态度来玩电脑语音投票的游戏，但是呢，因为选举啊快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周，所以选情紧绷。在不影响选情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决定暂时终止这个电脑语音投票的游戏。那么你们可以把省下的电话费跟这个时间留下来，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请他们支持你所支持的候选人。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新党有一个大游行啊，非常的这个轰动。那么赵少刚呢，他呢非常得意，所以等一下在渔夫总咨询里面，他有爆炸性的演出。耶！先生，最近这个新党游行的声势很大哦。我想谢谢你们，因为这就表示支持新党的民众已经站出来了。我们起码就已经有10万人，我们10万人就有起码有10万票。因为我曾经这个在这个现场当中，我来观察过这些支持的群众当中，甚至还有国民党的，甚至还有民进党的朋友，当然他们都是不吐槟榔的那些朋友，他们都能够支持新党，表示他们身在朝营心在汉。尤其我看到这个队伍当中有很多的老伯伯，当初他们都是号召所谓的这个10万青年、10万军的时候冲军的那些朋友，但是他们现在又响应赵浩康10万市民、10万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表示说地不分东西南北，东区不管你是住在东区还是西区还是南区北区，人不分外省本省，都能够跟赵浩康一起走上街头捍卫中华民国。赵康不但要捍卫中华民国，而且将来还要捍卫我们的台北市。我们要向三个东西说不：第一，我们要向李登辉说不；第二，我们要向台独说不；第三，我们要向要向这个毒品说不；我们要向色情说不；我们要向很多东西说不，向暴力说不，说不，不不不不。赵康先生，可是你这样子也是在搞独立啊！于副将，你怎么可以乱扣我帽子嘞？我哪是在搞独立？你也是搞台北市独立嘛？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只要这个独立有自立的意义的话，我想这样子独立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台北市，希望能够不要毁灭在台独的手里的话，我想这样子的自立、这样子的独立有什么不好呢？请支持，请支持我们赵少康来好好的捍卫中华民国的台北市，好不好？好不好？你自己评估，你大概可以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黄复兴党部的铁票拿到多少呢？我想铁票崩盘已经是一个事实哈。你想想看，这个很多这个老伯伯以前都已经是忠心国民党的，现在都已经替赵少康拉票，还有民进党当然也在觊觎这个眷村的一个票源，所以啊，这个陈水扁也在眷村里面拉票。但是这个眷村里面有一个传出了一个笑话，那就是当施明德向一位老的农民拉票的时候，后来发现，就说我们的人去问他那位老农民，你到底支持谁的时候，他竟然说他要支持民进党。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老农民他会去支持民进党？就他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因为他想早点死，所以他想支持民进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眷村的铁票到后来一定是支持我们这个捍卫中华民国的赵少康。如果说支持台独的话，就会台湾就会走向灭亡。你们说对不对？请支持赵康，赵康。人家说你们是这个法西斯啊，是希特勒。你看啊，这就是有人哈要乱扣我赵康的帽子，说什么像法西斯，还有人说我什么像什么希特勒。请问一下，好，我到底像不像希特勒？我想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来证明，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希特勒请到现场来，那我们邀请这个当初的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你看，这个希特勒他们独裁者的姿势的话，这手势向上来，你看希特勒，你再做一遍，嗨，嘿，
这个赵康绝对是比希特勒还要强，就是赵康的铁腕政策。好，赵康绝对会施铁腕的。不信的话，你看我跟这个希特勒来比一下我们的腕力。来，希特勒，来我们来比腕力，看谁腕力大。来，你看希特勒是不是输我来？你看你该怎么办呢？你看希特勒。你希特勒都像这个说我是嗨赵少康，就我希望他们视频到时候那个投票那天，希望来个嗨赵少康，好不好？嗨，支持二号，嗨赵少康，嗨赵少康，嗨赵少康，嗨。OK， 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啊，最近有人说陈定兰去这个上酒家喝花酒，那么陈定兰今天在台中召开记者招待会，自由时报记者已经在现场，我们请自由时报记者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道。自由时报记者，请说。你好，我是自由时报记者唐在欣，我现在在彰化报道。民进党省长候选人陈进南今天下午2点在台中市召开记者会，是他表示这个黄碧珍，宜兰县前县员黄碧珍说，在民国69年的时候和他一起上酒家。事实上，陈进南在民国70年才回宜兰部署参选立委，之前和黄碧珍不熟，也没有来往，所以他认为黄碧珍所说的完全不是事实。同时，陈进南还表示，这黄碧珍在宜兰县的形象不佳，一向是国民党的打手，所以他认为这整件事情也是国民党在幕后导演的这个抹黑抹黄的伎俩。OK， 好，谢谢您啊。我们呢，现在呢就来听陈定南先生本人的说法啊。现在陈定南先生已经在线上，我们请陈定南先生说话。陈定南先生，陈定南先生，喂，我陈定南，你好。是啊，我是渔夫哈，请您啊、是，请您讲今天就有关这个有人说你上酒家喝花酒的事情，您本身有什么样的说法？我用何老话讲好不好？好好。这拢完全无事实，咱俗语有一句话啊，讲国民党无步啊，用乌含就是绝路。国民党呢，伊找甲无，因的候选人本身家己真侪污点，无法度漂白。譬如讲，伊甲金权的关系啊，一定无法度澄清。伊打压台湾文化，伊一定无法度澄清。伊考试作弊，往记大过，伊就无法度澄清。所以伊就要采取半乌的战术，要将对方原来甲咱互半乌，然后一寡无了解内情的一寡选民，到尾也根本无法度分清楚。三人是黑，三人是白。是。然后顶摆伊用乌含搞不好是讲差地皮啊。OK， 好，谢谢。乌含是去年的中央有些军官定为乌含，剧本完全同款，只不过是主角。OK， 好，谢谢您啊。对不起呢，因为这个陈进南先生，我们没有时间跟您讲了啊，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短哈，所以非常抱歉。那么这样子，我想您也大概已经解释清楚了。那么各位啊，我想呢啊，选战一到呢，就有很多的花招。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来看看冷眼看这些花招。有人说，选举像划船，要掌稳舵盘，双桨不停地动，才能够逆流直上。也有人说，选举像爬山，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才能够超越巅峰。选举到底像什么？这些比喻或许都还不是很贴切，但是为了争取选票，今年的省市长候选人可真是上山下海，划船爬山，18般武艺，样样秀给你看。你这话不对。而由于主权在民的意识抬头，在这些挖空心思的造势活动里，塑造一个苦民所苦、急民所急的公仆形象，凸显候选人和蔼可亲、温柔敦厚的个人特质，更成为部分政党一致强调的包装重点。像是新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赵少康，这次就特别打出小市民代言人的形象，拉近和选民之间的距离。我们也认为啊，赵少康事实上也是个小市民，因此我们尽量跟小市民相契合。譬如说，我们小智啊，这个骑摩托车去挤公车，大致我们去看捷运工程等等，都是跟小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去了解。而原本让一般民众感觉比较有距离的国民党省长候选人宋楚瑜和台北市长候选人黄大州，也各尽所能地放下身段，展现亲和力。今日我真欢喜，甲恭迎以台湾省信中候选人的身份到咱基隆来访问。感谢咱乡亲世代把我的支持。这三个多月来的是
这个期间呢、啊、变化很大，不唱歌不讲话的水牛啊开始讲话也会唱歌了。就连向来以犀利言辞批判色彩著称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也收拾起刀子嘴，展现出豆腐心一般的温柔笑容，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政治啊，就是啊，创造一个容易喜悦的环境，让每一个人呢更容易喜悦嘛，对不对？那说民进党早期当然他有悲情啊，他早期抗争啊，他受害啊，那慢慢政治环境改变，我们现在要执政啊，要带给大家希望啊。不过，在各个候选人都想要强调亲切平时形象的竞争下，笑容早已经稀松平常。握手更像是基本的礼貌，面对这种状况，候选人只好再想新点子，再出新花招。像是自诩为小市民代言人的赵少康，除了一般的竞选活动之外，还特别跑去坐云霄飞车，就连挤沙丁鱼的公车里，乌烟瘴气的车阵中都看得到他的身影。你看我们今天上车也看到他那个票有12块的，有10块的，有6块的，投那个币啊真麻烦。黄大州也一改过去的沉默内敛形象，不但三天两头的往菜市场里跑，和婆婆妈妈们闲话家常，而且还换个人似的抱着小孩子又亲又吻，拿着麦克风又唱又跳。就连一副斯文瘦弱模样的陈定南，为了证明体力不比猪高正差，也速度当众表演高难度的体操。还有一次，则笑容满面的陈水扁选了坐船游河这个新鲜好玩又有噱头的方式来考察河川的污染。我们一直期待我们的陈青年有非常成功的东山河城市计划。判若两人的表现更成为对手攻击、选民怀疑的焦点。形象的建立是靠平时建立的，而不是在一时说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要装也装不起来的，笑也要笑得对不对？要很自然嘛。学两句台语，或者喊两句口号，而且我也爱台湾，啊，只要说我也爱台湾，好像是什么过去什么都可以被解药。他原来当市长的时候，他高高在上，好像觉得在高人一等啊，根本就不能够亲近。那现在呢，他常常去跟人家抱抱小孩子啊，去市场握手啊，就很奇怪，不搭调。笑也不行，哭也不是。就连国民党三位候选人吴敦义、黄大州、宋楚瑜接连落泪的情形，也被批评是有意争取同情票的选举花招。只要啊，你不是为了作秀，去就必自然的流露出啊你自己的感情，我想我们也不必苛求于啊这个政治人物啊一定连流眼泪啊都要控制的时间地点呢、啊，说是这一分钟该流啊，是下一分钟就不该流。我们是可以被检验的。你看陈水扁也可以被检验的，他才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啊，他除了在异常里头尖锐、不含糊、不和稀泥清楚以外，你看他私底下就是这样嘻嘻，也是这样笑笑的，这是人性面的。但人性面是因为过去民进党的人，人性面没有办法让人民很正确了解他们，在争议中。候选人的形象诉求到底能不能真正打动选民的心，仍然是未知数。而候选人在当选之后，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么亲切的微笑、这么热忱的服务，更是让人心有怀疑。不过，至少这些五花八门的选举怪招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谁说台湾的选举不能像是嘉年华？台湾的选举不但像是嘉年华会，更像是化妆舞会。有时候我常觉得，政治啊是一种表演的艺术。OK， 好，明天啊，同一时间，李涛的大选大家谈之后，请。